这个是什么？烟花的。烟花。烟花的呀，烟花。哦，那这个怎么读呢？中文的梅。中文的梅。对，中文的梅。中文的梅。这是老五的。哦。是越南的。越南的。王伟。王伟。这个怎么读呢？对。Pakistan, China, Dusty. Pakistan, China, Friendship. 哦。用阿拉伯语，阿拉伯语那个你写的是什么？这个阿拉伯乌都一样的。哦，那怎么读呢？那个？Pakistan, China, Dusty. 哦 ，Dusty. 啊 ，Friendship, Dusty, Friendship. 哦，兄弟，那个怎么读？这个是强，这个不要读。那个？这个大写的是这个怎么读？你写的那个是什么？香港。香港，对，我们学校的名字香港，是这样写，是这样写，是，那个是 X 香，是，是香，是啊，是呀，是呀，是呀，呀，啊哈，哦，对，哦，你在写什么字呢？你看，是的，这个字啊有很多种写法啊。那不，你在写什么？这个不算错。你在写什么？因为你知道这个字难度要怎么贴吗？你就像我这个没有点一样，我这里对不对？你们，你们知道这个难度要怎么贴吗？这个是一种，是要怎么贴？啊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是复的字嘛，就是我问一下你们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贴吗？就是你拿回去之后贴在门上要这样贴，就是要这样贴的，知道为什么吗？我不知道，因为他们说福到了。哦，就是这个那反的，这个是反的，就叫倒过来了。哦，就是为什么是这倒和那个没有倒立过来的倒。就是他这个福不是倒过来了吗？嗯，所以就是他们就谐音就是福到了。哦，就是 fortune's coming。哦，啊，那这个是我的。所以就我的好，哎，是哪个？是这个是这个，就这个是你的，这个是哪个？啊，我的是哪个？啊，兄弟，这个是哦，好的，来，谢谢。这不是汉语。兄弟今天怎么样？今天不错。你有什么一句话就是啊，因为今天我们过新年，所以如果你有一句话可以说出来为大家。大家新春快乐。哇，挺好的。Vincent, 啊，你好。What? 你好。Yeah, 你好 ,What's up? 哦，你感觉怎么样今天？ We are calligraphing, we just had lunch now. 你用中文。Oh, she speak Chinese. 嗯。Oh, no. 那你可以说。我的中文不好。哦，你的中文挺好的。Yeah. 那你说新年快乐。啊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今天你们感觉怎么样？是你写的吗？嗯，是的。你的采访是啥？今天你们接受一下我们的采访，是不是？啊，今天你们感觉怎么样？感觉非常棒，因为我们在工作，所以就感觉就工作的一天。那这个字在中国是代表什么？福，就是有福气，就是好的寓意。好啊，有福气哦，有福气，幸福哦，幸福啊，对，哦，好，可以啊，对，你写的吗？啊，是的，你是在拍我们吗？嗯，是的，真的假的？把我拍瘦一点，所以你们想给我采访吗？啊，等一下下，好嘞。你好。